个旗袍装，现在其实已经涂好那个，好吵，跟穿防晒的。然后我用的那个防晒，它是带一点点遮瑕效果的喷雾，喷雾喷在这个粉扑上。这个喷雾它是1月18到7月18的，今年夏天就到期了。这个粉底也是我新收到的一个什么，也叫沁水呢。看一看，是稍微浓稠一点的。涂这边脸，这边是一个痘痘贴，我就不摘下来了，就直接涂粉底吧。粉底香味还是比较重的那种，明显的脂粉味。定一下妆，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的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细眉，然后不对称也没啥，慢慢修就好。暂时就先这样吧，高光余粉的刷子稍微定一下那边的遮瑕，懒得再从抽屉里拿散粉了。今天用的这盘的颜色差不多这样，腮红呢用的是我新收到这个腮红，它其实还蛮显色的。再用小刷子带上，因为那会儿的老照片好像基本都没有我彩。贴一下睫毛，就是雪里娜507。用深棕色晕染一下眼线。可以把眉毛画长一点了。然后我们涂腮红，腮红大多都是这样给脸打半圆的吧。看到这些了吗？这个粉底也不行，我用刷子，我就用刷子刷了刷，你们看就看两边的对比，它就这个样子了。这个粉底液不太行，用的是这个完美日记小金钻 A02。